很多朋友问我，除了双节棍，你还会什么？我还会一门技术，叫做飞刀和飞针的鼓舞技。飞刀和飞针基本分为两个手法，一种叫做直飞，一种叫做旋飞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直飞的手法，这是直飞的基本手法。同时呢，我们要配合弯腕、下沉肘、甩镖、甩臂、发出。发出的同时呢，我们要把镖底压住，让它不要旋转，这个叫做直飞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旋飞。旋飞呢，就是在飞刀或飞镖在旋转当中，还能用尖刺头击中目标，叫做旋飞。旋飞分为180旋飞、360旋飞和多圈旋飞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半圈、一圈、两圈、三圈、四圈的多圈旋飞。然后现在给大家展示呢，是最旋飞当中最简单的180旋飞。飞刀的种类呢较多，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柳叶飞刀、飞针，还有直飞飞刀啊，各种各样的飞刀。现在来看一下我这个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飞刀，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名字了。